开始开会。赖市长、市的李秘书长、各局处的主管，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女士先生，本会同仁，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也是本次定期大会第31次会议，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咨询。今天咨询的议员顺序为蔡淑薇议员、洪玉翁议员，还有蔡秋兰议员。每个人咨询的时间为50分钟。蔡议员和洪议员两个是联合咨询，共用时间。那要不要休息，就是看气氛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请，洪议员要先发言吗？那请发言。谢谢主席。主席讲的遐大，咱要惊人会过着，是心情无好呢。叫你来做主席，心情无好呢。我想今仔日是南区的蔡秀辉议员，甲中西区的洪玉峰，伫这所在就市政相关来请教咱市府的团队。那首先我要请教这个赖市长吼，市长你拄好去日本参访，送爱心。那台湾呢，拄好发生高雄这个事件。那么，甲伫这个公开场所侮辱一个老英民，我看所有的政治人物大咖的，包括总统啊、洪秀条主席啊、朱立伦啊，甚至当局市长拢针对这个代志发表因的看法。那市长，你若准讲无发表，敢那你无算大咖的啊？所以我给你一分钟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是感谢洪议员的指教吼。咱反对这款的言论呐。当时阮反对扩大这件代志，政治化了后，对整个社会祸害无帮忙。好，那市长，你没有说像你的总统说谴责这种仇恨言论，还是讲迄个麦哥来武遮的，你敢那讲麦改扩大一点点嘛？吼。我意思是，双方拢因为这款的讲法，这社会台湾社会嘛被接受了。好，感谢市长，市长你请坐。我想台湾民主政治的可贵，就是可以包容不同的声音，多元的文化。所以就是说，统一促进党，他主张要统促，民进党要主张自民自决，国民党要主张维持现状，这都不同的主张。但是只要无在迄个足火爆的政治场合内底，即个无共主张的人，共款会当坐伫工地桌顶啊，啉烧酒、卡气吼，迄个互相烧吐安尼吼，这就是台湾文化的可贵。但是伫高雄这个事件发生了后，互咱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当然，老英民伫咧接受拜访甲安慰的时阵，伊讲伊引用圣经，伊选择原谅。那用包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代志，伊讲伊是看过大风大浪的人啊，吼，唔免含这人计较。那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标题，伫台南，台湾来，变作一个真大的这个政治事件。但是呢，是毋是会当，亲像大家其他安尼，甲收分放落来，待互相和解，是毋是会当做到安尼？目前看起来，咱也阁唔知影。不过，阿伯。伊讲，伊经过古岭头的事件，吼，古岭头的战争，伊放弃伊的教职来从军，伊用着真薄的军服来请养伊的囡仔，连某都走走去，无法度承受迄款艰苦的生活。伊伫凤山定居有70年，我看可能比迄个甲伊骂、要甲伊赶出去迄个人，待的时间也阁较久。所以这款的言论、这款的包容，嘛造就了伫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内底，总统也好、洪秀条主席也好、朱立伦也好，大家变作伫脸书顶端有一个互动，互相按赞，大家拢认为讲这种仇恨的言论，卖个点台湾，吼，卖个点台湾，嘛甚至有个这个反族群基师的这款立法的想法。当然，阿伯伊安尼讲的时阵，我想，我唔知影别人看法安那，但是总统伊讲，伊愿意来谴责这款仇恨的言论，而且呢，希望讲会当把这种不正常的这个言论呢，会当对伊家己本身来做起。我想对照总统的2010年
伊参加大教会五月二五，参加大教会时阵，伊当时真激烈的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流氓的政府，迄是当时蔡英文女士的主张啊。所以，要爱真认真来面对外省啊族群的这个感情甲认同。所以，经过六党了后，伊已经对总统的候选人变成台湾的总统。我想，人换届以后，就知影米红人老无米汤煮的艰苦。伊长期以来含市长列主张共款，希望会当自民自决，台湾会当独立。但是当伊做总统了后，伊敢敢大声讲出来？有真侪现实面啊！所以我讲换届了后，就知影迄个艰苦啊。所以我嘛真欢喜看到总统伊的转变，因为毕竟总统的言论虽然伊毋是伫正式的文稿内底安尼讲，毋是伫公开的场所安尼讲，毋过伊已经伫伊的脸书顶管安尼表达，那总统的言论绝对含一个候选人是无共款的。我嘛盼望讲，这是讲真呢，毋是讲假。如果那是顶管的人讲，咱甲收分放下，但是放互边啊。会卡手啊，点遐无地无够，用其他新的名词啊来制造新的仇恨啊，讲这是要放下仇恨的话，我想这不是台湾的这个福气啦吼。啊，其实这个事件呢，也会当凸显真济代志，就是讲伫台湾，除了台湾民政府内底有号称四五万人有这个主张以外，嘛有真济人有类似的言论啦吼。啊，过去。长期以来，这就是亲像政治人物同款，你放予伊安尼，像咱的土石流同款，你乌白改乌乌白改整，把咱的水土保持拢破坏了后，变作土石流啊！伊淹村要淹去啊，人家搁要来救村，安尼，这是到底是这个人的唔对，还是咱政治人物的唔对？如果讲执政党，当时的国民党，伊就是想讲，我无爱挑起。迄、那个政治敏感的神经，所以明明知影这个团体的言论含事实是无符合的，伊的组织是无合法的，伊的运作是无合法的，嘛咧固在伊家己去发展，互真侪咱的乡亲当作讲，我只要交几千块，我几万块了，我就会当摕到一个身份证，我会当世界一百几个国家去行，我会当开六千块买一块牌照，我的车开上街啊路，警察嘛唔敢甲我取缔，有这种。无正常的思维甲做法，但是执政党固在一起。当时在野上头党的民进党，伊嘛认为讲，虽然你的主张和我是无相像，伊的主张是讲台湾爱交予美国军政府了后交予日本人，所以伊是一个会当做一个真荣耀的日本人，伊感觉伊真骄傲。这个主张和民进党的主张并无共款，但是除了长老教会有出来讲这是唔对以外。我嘛无看到民进党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解谴责这种无事实的言论，所以今仔日造就到安尼，其实唔是这个红叉叉伊爱负责负担这个责任，咱所有的参政者，咱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拢爱为咱过去长期的政治滥垦，咱的土石变成土石红火，咱爱担起部分的责任。真奇怪，我记古早。咱阿咧讲外省，你讲外省啊，就亲像咧讲警察同款。你若讲警察，这是一种尊重；你若讲警察啊，迄就是一种轻视。过去咱阿讲外省的，亲像阮较早就讲成议员，阮无人咧叫议员，阮拢叫外省的。迄是内底有关怀、有友情的意思。但是如果伊若讲外省啊，安尼这就是有轻视的、有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今仔日只因为。伊是省籍，是外省的，较慢来台湾。其实咱拢是迄边来的，除了原住民的朋友以外，大家拢是来的时间无同款尔尔。为甚物可以变成安尼？我想市长你嘛对我的原生家庭真熟悉。但是如果你若甲我问讲，你若要用省籍来分，我是台湾的还是外省的？我会真骄傲甲你讲，我是外省的第二代，因为我老爸十几岁，伊对学校来到台湾。伊毋知伊照准迄一天，伊就无法度通去倒转去。伫台湾四十几年的时间内面，当伊思乡的时阵，伊敢若会当暗时啉着烧酒，伊无法度去表达。当伊的兄哥摕着伊初中的毕业证书
来到台南，一户一户问来先，问到我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过身十年了，伊无亲情，伊伫台湾基本无亲，伊一个人来到台湾，这是伊家己的选择吗？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和我老爸并无血缘的关系，不过伊把对故乡、对亲人的爱，伊放伫我的身躯顶管。我做伊的囝四十几年，我毋捌和我老爸大声过一句，伊毋捌甲我拍过一下。当阮经济上个艰苦的时阵，我考到私立的大学。阮爸爸愿意，民国五十几年，愿意去借两分的利息，和我去交私立大学的学费。今仔日如果我来担任民意代表，我做的工课有一点啊，咱乡亲栽培我，即个乡亲期待的水平，我的感谢，我无血缘关系，外省的爸爸，伊甲我栽培，和我有这个机会。安尼的人，伊来到台湾，伊伫个工作上安分守己，为伊的工课付出一份心力。这种人，伊是一种罪吗？你一定要甲伊赶出台湾海峡吗？如果我的老爸若伫个先，我相信伊看到这个新闻，伊会足艰苦。我家己看到，我倒好能力。我唔知道台湾的社会为甚物可以变作安尼？外省人是一种原罪吗？我想不应该。就是亲像王定武议员啊，伊真优秀啊，伊去做立委，但是民进党足侪人后壁嘛是家卖小强费嘛，迄嘛是有带有一点啊轻视的味道。所以，我真盼望讲，人也甲我问讲，啊是生的较大，啊是养的较大，生育养育，当然人古早人甲人讲，生的请一边，养的讲了较大天。我想外省人伫台湾。这块土地，这份的感情，就是亲像我家己个人感款，这是纠葛的。今天外省人来到台湾，无半点啊奉献吗？当时日本人留下的台湾，是今仔日的进步吗？伊连一点点啊功劳拢无吗？为什么咱要爱利用这个省级的经济，来家分裂咱台湾的感情？家台湾才一片片啊，才小地尔尔，咱为什么要安尼做？所以我嘛盼望讲。政治人物包括总统讲的，讲咱要把仇恨放下，要真真正正进行台湾社会大和解。我嘛盼望讲，经由这个事件了后，会当予咱大家真真正正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加成熟，唔茫讲嘴讲一项做一项。咱老大来讲好放下，但是呢，那个老细伊阁另起炉灶，用新的名词，什么呢？公平正义啦，吼，安尼。结果呢，制造新的仇恨、新的斗争、新的清算，我想安尼都唔是台湾的福气，哈、哦，市长，这是我肺腑之言。那我要拜托民政局长，台湾民政府伫台南、台南州，伊有州长，各项组织拢有。但是当乡亲甲你讲，我要加你的时阵，你是唔是当一句话甲我讲，伊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一句话就好。啊，目前他并在台湾里面并没有啊任何的这个登记的，那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啊有经过合法登记的一个组织。如果那是个人的政治主张，咱是拢甲尊重。但是伊那是叫你去爱去交钱，爱叫你去招人，亲像你要做个会同款，我想咱就爱制止这种的行为，因为毕竟台南是伊的大本营，伊家叫做台南州，在咱所有行政区域内底，伊冇真济。办公厅下，所以在这个所在拜托民政局长，请坐。接下来我要谈的这个是我已经追了两年的案子。那我们也知道说，四月底行政府发表内政部长是叶教授，不是柯天在市长的时阵，市政府真赶紧，五月初六就把这个变更案送去到内政部排队。要担心啥？但是以地主伊超级的这个人事关系，我相信伊免排队啦，伊真紧就当插队。那这个案件呢，讲所有全民嘛拢在看，讲你新政府讲的，讲迄落要打造公平正义，这个案件是检验公平正义实质精神的实例。那伊的背景就是讲，当时市政府讲。这土地，文献五十五，也就是武圣爷市这块地，
已经三十几年无征收，对国地主无公平。第二，就是讲这个中间已经买卖过几啊届啊，所以无得道理特定的对象。第三是经过教育局专业评估了后，认为这个所在无适合学校的需求。其实实际上，第一，土地三十年无买卖，只有因的囝儿是说有人过身去的，先继承，才有产生过命的问题。第二，因为因等无到政府的征收二十外人来，伊真失望，所以只好伫兄弟姊妹大家不断来往生了后，把这块地卖予咱社林的媒体大亨，咱社中的这个土地王。结果因两个人一百年手续办完了后，101年市政府就开始改进行改编的这个工作。啊，咱嘛知影，伫教育局的改编的会议内底，拢无这间学校的名。无这个文社55，嘛无在第一国语内底讲这要改编。但是当市政府启动改编的列车的时阵，伊就已经客上车，伊的功力的悬，吼，啊，甲深受特定、道理特定的对象。我想哦，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时代，恁拢家己会当去判断，我唔免阁讲。那由教育局专业的人评估，什么款的叫做专业的？一个唔是正常的公务人员的身份。就是讲，一个月领30000元，一年一聘的约雇人员来评估这么大的案件，而且伊个唔是读教育的，伊是读观光的。我唔知伊来食头路是啥，开无加坑伫个管理局，开加坑教育局，甲这大的工课，一批都是可能40000元买的土地，改变了后变作主体区，一批会当跳到30万，这大的代志交予一个约雇人员，你看伊担的责任是偌大？莫怪我开始讨资料了后，这个人就赶紧洗头咯，因为伊相信，伊要紧走啊，伊无爱去担这个责任。啊，当然有可能，伫市政府的团队内底，包括市长你个人嘛，认为讲目前为止拢无对价关系，查无对价关系，所以只要安心，内政部若过，这个案就过啊，甲因恭喜。但是这是真真正正公平正义吗？伫这个所在？无适合的需求吗？咱来看一个现场，这个案例，就是你即卖，干那村国中尔尔，村国中尔尔，边啊这两块，拢要改做主体区，主体区将来是要起厝的。这块地的头前是公园，公园的边啊有一栋8楼的公务大楼伫咧起，已经准备完工啊。落来，伫这个地边啊，这个地边啊有60栋。5楼的透天厝的新社区，下底无超过50公尺，就是黄龙建设的虎美天河，这是15楼的。过落来是台邦悦世界25楼的，过过较过是虎美地堡24楼的。过来对面就是黄龙建设的天朵绿园18楼，过来。就是台邦建设的知音乐24楼对面，这个舞厅的对面，这是宝赞公司2栋28楼的。再落来台邦宝庆的26楼的，今妈妈已经起码到20楼。在安尼背景当中，再有一块何谓？洪文池啊，对面还有一块在征地，我不知道他要起几楼。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他这都不是商业大楼，都是主体大楼。在这个背景里面，市政府跟我说，这没有设立学校的需求。教育局长，议员好。你敢会当跟我说，像安尼，全部的人口来进驻了后，是不是都没有学龄儿童，没有生育 人口、中院你坐你的就好，你不用跟他头说，他没有在说，他在看那个荧幕。对，跟议员报告，因为我们这个应该是合并前后的时候呢，就做了这样的这个评估啊。那因为附近其实国中国小就要错到底啦，就要错到底啦，好，错到底。不是，因为附近都有这个国中国小。我听你咧放屁，附近国小新南国小刷去安平，剩一间真济岁的协进国小，伫这个所在，
将来这个所在的囡仔若出事，都爱上北去大港国小，都爱去那边咸北国小。我唔知呀，我唔知市政府的政策，百人的小校不能会，但是伫这个所在有这么高密度人口进驻的地方，一定爱该废掉。现在高密度人口被进驻的所在，拢爱废掉。那个中院，即卖政府敢有规定讲，会使的拢未使来住遮，拢爱偌人才会使来住？啊，当然是没有。当然是没有。那你觉得说，依我刚刚报告的这一些建案完成之后，你觉得这个地方的学龄人口会不会增加？有没有这个需求？如果以这几栋住宅的这个住宅的数量来看，当然必然会有一些学龄儿童会在这几栋里面呢、啊。但是它是不是在那个学区里面整体的？请坐。整体的人口数是不是会？这大楼内底，上少有8000平，有17000平，有10000平，有16600平。像安尼，像安尼学校，像安尼的所在，我阁无甲你这两地顾落去哦。这两地将来你若改改做主体区了后，伊是要起偌济，我嘛唔知影。所以，市政府，你们可以说睁眼说瞎话吗？讲这个什么好？无设校的需求，这一块地没有设校的需求，百年小校都不能会。为什么？在这高密度的住宅区内底，你会当改废掉，干那剩一间国中尔尔？你要改刷去倒套，搬山过岭去大港国小，去新北国小，去协进国小？为什么？我50公尺、100公尺头前的学校，你爱甲我废掉？这是咱市政府的公平正义吗？我嘛知影有真侪人咧倒卡手，我嘛知影地主的关系真好，伊免等甲内政部排队，伊嘛会当插队，就会当心扎着。啊，是安那可会当安尼？真啊无公平吗？真啊无正义吗？伫台南发生，因为有的人想要选总统，伊会甲倒脚手；有的人想要选议长，伊会甲倒脚手；有的人想要选立委，伊会甲倒脚手。这有可能无金钱的对价关系，但是是毋是有利益的输送？我想这是咱乡亲大家要检视，市政府你是毋是清廉？如果这个案那真正亲像地主的姿态，在真短时间，市长我无要叫你回答我，就已经改变啦，就已经改变啦。安尼，我会当甲这政治人物讲，无论你是市长，无论你是立委，无论你是立委，你家倒卡手这种不公不义的案件来过关的话，对民进党的执政是一个清廉的伤害。对，是一个清廉的伤害。那么这个事件，伊嘛亲像咱伫个牛身躯顶悬，迄个烙印共款，一世人拢甲伊对调的。伊毋是一个阴影尔尔，伊是一个记号，一个永远无法度通个消灭的记号。都发局长，你要甲我讲，这是合法的，我无含你讲合法。当然，后壁有足济法律顾问。会当家教看要安怎合法，但是即卖所谓的公平正义要不要转型？爱追求无？我想这个案件就是一个检验。我希望市政府包括赖市长拢爱思考清楚。无管将来这个人你是要做总统、要做议长、要做立委，在这个案件内底，你用啊怎啊不公不义？我想。你迄个迄一天，你要选的迄一天，老百姓就该当作人民的公敌，会检视你的清廉度，请坐，请坐。你莫吼白白波要搞安尼个乌啦。市长，我拢无。你五月初六选内政部，你无迄个啥白白波尼个乌的代志。你答对了。这个案件，我已经推两年，我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有没有对价关系？我已经有讲了，没有对价关系。施压台南市政府征收这块土地啊，不公不义的事情，在赖团队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对你未来的政治生命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非常大的伤害，对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你公开施压台南市政府征收这块土地啊？我公开？你这个就你等于是要求市政府征收这块土地啊？没有，我要求你什么时候？你刚刚说要盖学校，这个土地本来就是学校用地哦。那市政府如果没有征收，怎么取得这块土地？哦，好好好，那很好、啊。如果要谈土地的话，哦、你更土地这个地。好，很好。啊，那我也无要选市长，我也无要选总统，我也无要选议长。我你要选议员连任吗？你卖个左，你卖个歪曲哦，这是对你人生上界大的考验。你有清廉没有？不清廉，就看你这块土地，你会当家藏的啊，继续家藏的啊，不要紧啊。你如果认为讲这囡仔去别位读册拢要紧。你好好卖身啊！你甲藏的啊，无要紧啊，迄你走的代志啊，迄是恁在下面，恁在下面交陪，我无在下面交陪嘞，诸位。这个我们会详细说明的、啊。市长，我感觉你是白哦，要甲迄个洪议员你甲哦嘞，他没有强迫你要征收，只是这块土地在短期之内过户之后，马上解编，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你请坐，那个蔡议员。陈局长，议员，你也是资深的议员。你请坐。那个局长，哇，他要回馈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很多土地、学产用地，通通没有征收。我们不会要求，我们财政没有困难去征收。学子那个低那个少子化的状况，我们不会要求你。刚才洪议员针对这个案子解释的这么清楚，他附近周围那么多的建物已经在盖了，未来会有很多的学子需要这样的学产用地，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们市政府帮他们做了解编，不知道未来是住宅区或是商业区，你请坐。戴议员，教育局陈局长，解编要不要回馈给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陈局长，坐下再近一点，陈局长。就整个地理环境，你绝对没有洪议员这么的清楚，绝对没有。我想少子化的状况，要盖一个新学校，大家要评估没有错。但如果就现况，那么多的高楼在新建当中，未来人口的进驻是指日可待，这些学子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学区去就读。我想啦，我请教你姐。台南市政府针对学产用地，到底解编了几间？几个学产用地？我想先跟议员说明一下哈，这一块用地呢，其实它解编的是你不用跟我说明，我们很清楚。你跟我说，整个台南市因为少子化解编的这个学产用地有几块嘛？有几块啦？这个我可能要回去再查一下。怎么回去要查一下？你身为教育局长。对你的学产用地的解编，你应该了若指掌，你要回去查一下。跟议员报告好了。局长，你已经在市政府担任教育局长有一段时间了，我刚刚你一直都没有进入状况，你请坐。那个市长，0609，我们台南市啊、哦、不是0609，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防汛准备会议，是不是你亲自主持的？0609。0609，对，我们的防汛会是不是你亲自主持的？应该是。是吗？是不是秘书长？是不是？还是你主持的？市长亲自主持。市长亲自主持，贵人多忘事，过几天忘记了。那时候针对成大防灾研究中心的气象分析，我们从6月9号到12号，就是端午节的连休假日，甚至13号、14号。各地都会有豪雨的产生，对不对？应该没错嘛。大概日雨量100到200。啊、哦，每小时100毫米嘛。没有，就是日雨量，24小时的雨量。乱讲！我看你们的新闻稿就是这样写的啊。我那时候预估，对不对？预估一个小时大概100，而且在6月11号那一天，你请坐。那一天你在日本不在？那个秘书长，6月11号你是不是有发个新闻稿说？那个10点多的时候，最大雨量就是预估大概一个小时有100毫米嘛，对不对？那个是这样，就是它是10分钟下23。对嘛，10分钟下23毫。如果在就那10分钟来讲，等同是
等同是就是大概一个小时一百毫米嘛。实际上一小时下的是大概六十，最后累计起来。所以六月十号，我们市长一样坚持执意要到日本熊本县去做善款的捐赠嘛，2200万嘛，哦，是不是的捐赠？所以他无心在我们台南市，是不是因为会因为这样的预估，在台南市产生很大的灾情？伊不管，伊嘛不爱插，因为市长心不在台南，心不在台南，由你来主持嘛，你是副指挥官嘛，对不对？信不信？你是不是副指挥官？当时气象局的预估哈，就是整个台南在这一波西南气流大概就是100日雨量，大概不是啦。那我请教你嘛，大雨这一两天我们台南市有没有灾情？有一些局部的积淹水啦，有局部的积淹水，但是并不是大面积。秘书长，不管你是逢迎巴结，还是你的人力够好，或是待人处事够诚恳、够谦卑、谦卑再谦卑。你今天已经贵为秘书长，我一路都很支持你，也非常认同你。但是我今天在这我非常痛心。我透早来，我是闭口卡穿天拖。为什么？我7:30伫阮家出门，8:20转去到阮家，阮家的客厅饮水，水不是为外口饮下来，是为内底冒出来。我一直很怀疑，你们一直洋洋得意的用户污水接管。接管率是全省第一，接管率最好。为什么我们家主将用户接管之后，逢雨必淹，你车都在里面淹出来，怎么会这样呢？今天我做议员，我可以直接跟你说，有多少百姓因为用户接管，他们家淹水，他要去给谁说？局长，你们有没有去检讨这个问题？到底用户接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早上的这样的豪雨，处的淹水。我刚才给我们水利局局长看我们家的照片，那个楼梯像一个小瀑布，怎么会这么离谱？跟水不及膝啦，所以不算灾户，也不算受灾户。局长，我们就是如果有这种家户有这种情况哈，那请赶快通报给我们。那原则上应该是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雨污水没有分离的，那它平常是排污水管，但是下雨的时候屋顶的水也会透过那根管子流到污水下水道，那因为雨水比污水大好几倍，所以会造成局部的那个局长，你讲这拢做专业，我是百姓，我希望我的厝，你若讲为外口一直淹落来，我没有话讲，因为水伤大，今仔是因为接污水管之后。逢雨必淹，88水灾一样的情形，在我们今天一样的情形发生，因为那是88水灾，我们可以体谅，我们可以体谅。今天跟前天的雨势，怎么跟88水灾比？居然造成一样的东西，我们的用户接管在88水灾之后才接的，我敢当促销卖这用户接管，我可不可以？跟院报，我们会安排。台南市的市民支持您这用户接管。支持恁的污水分雨污分流，大家拢做。你去问一下，你去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因为雨污分流之后，造成他们家外口咧落大雨，内底咧淋水，水更不是外口淹入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工程？而且你们洋洋得意。跟议员报告，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会安排人到。家户里面再去做检视，那也到议员的家里面去了解。那如果说是有雨水管错接到这个污水的错接，或者是说它有一些雨污，就可能呢错接，那错接的情形有多少啊？有一些老旧的房屋哈，它因为早年雨污没有分离，所以现在平常要接。哥哥，这要多老旧的房屋，不然我的房屋税要增加呢。要增加很多倍呢，要涨价呢。明年这个部分我们会针对，如果这根管子它雨污没有分离，就要考虑可能会视状况去做一些调整，那减少雨水跑到污水管造成家户的积水。秘书长，虽然你已经从水利局升到当秘书长，但是水利局之前的工程都在你手里，我也希望借由你这几年的经验，好好帮我们现任的水利局局长。我们会好好帮忙他。今天我想做成
那个雨污分离，用户接管造成家里淹水，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会最后一个，也不是只有我一个。所以很多住户抱怨连天，你们不要点了讲用户接管台南区是专性第一名，专性第一名，而且造成你说的会造成淹水，有可能是什么下水道老旧，然后有可能那个侧沟没有淤泥没有清，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很多种状况。有很多的状况，你请坐，环保局长。我们平均那个一个里水沟的清除多久一次？跟议员报告，我们是会排重点积水区域，我们会在年初就先清，然后按照顺序这样排下来。原则上，如果能够全年的重点时间，我们会全部清一次，每一个里至少要一次以上。局长，是我们的水沟班的人员没减少嘛？没嘛？没减少嘛？你敢去查一下台南市管辖合并的时阵，咱外久清一届水沟？甚至那时候还有忍者龟清污后的水沟，我们环保局的人没有减少啊？为什么清水沟的那个次序越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为什么？你在冲啥？没有越来越少了，就是说怎么没有清的面积越来越大了，现在是清的面积越来越大。那你意思说人员不足了？因为以前台南县并没有清沟班的人员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是整体的一个就人员的一个统筹的一个管理，我们也需要做综合的调度了。不过也跟议员这个报告，这个台南原台南市清沟班这部分的任务跟时间跟频率没有改变了，这个跟议员保证了。局长，是，我想要拜托一下，是，不管是不是像那秘书长还是水利局提到是污水下水道没有清，或是那个侧沟没有清，淤泥没有清，是造成水沟很大，但是也流量很小，是不是安尼造成水倒溢？我唔知影，但是即到淹水，大家怪罪的是市政府，怪罪的是环保局不来清。那接下来好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登革热也即将来临，是。所以这种状况，我想你应该提早去防范，是，好不好？不要放回固宅屋啦，然后你就讲说重点淹水，即卖提起吼一定乱起啊，不是咪重点淹水，不会淹水的地方可能也会淹呐、啊。前两年新营从来没有淹过水，也淹大水了，是。所以这种状况，不要一直想说。重点淹水的地方赶快去清，是因为水大家都在流嘛，你有就是所在塌的，伊就是塌的啊，到什么重点会淹水，所以这个部分拜托局长你能够加强，好不好？甚至你可以调动我们的那个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现在就是这样。另外跟议员报告，昨天我们市长回来，马上召集了防汛会议，立刻交代了登革热防治这一块，所以议会所有的首长各局处都有分配到。这一阵子，这个西南气流结束以后，要立刻去做资清跟相关防疫的工作。那个学校部分快要放暑假了哈，对，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全面性的学校那个喷药哈，防止登革热。你请坐。好，谢谢。那个赖市长，你这次放下我们零六零九啊，甚至到今天、明天可能造成的豪雨，那你昨天赶回来，你还是执意去日本？那我不知道你到日本这个熊本县去做爱心慰问也好，或去做参访也好，你是不是有跟他们当地的一些长官专家来分享你0206的救灾，有没有？其实这次去没有机会，但是等熊本县他们救灾重建告一段落之后，高雄市、台南市还有熊本县，大家会彼此救灾来交流。所以你这次去并没有救你0206启动大钢牙，然后来救灾，没有机会、或是说你整个救灾的状况去做分享，没有，因为纯粹是慰问而已。好，纯粹是慰问哈。那个市长是0206半夜3点多围观大楼倒塌，到了2月13号，为什么你会断然那个说那个救援工作暂缓？开始要清除整个大楼，为什么在二月十三号就停止救援工作？二月十三号
那一个时间点应该是所有的住户都救出来了吧？所有住户都救出来。好，你请坐。社会局长，我们台南市的游民列管的一共有多少人？我们的街友有街友190几位。190几位。是。那这位林韩飞是小姐，她是我们列管的街友吗？她不是。她不是我们列管的街友。因为她都在住家的附近，他们家就在附近。啊，对。那他只是就在附近那边，而且固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不算街友。我依街友的标准，他还不算街友。街友的是要去地下道、去火车站、去公园，叫做街友。就是说，因为他还是会回家，那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家就在附近。所以你列管的190几个里面，大概都是有一些林韩飞是不是列管的街友，对不对？不是，不是哈。好，请坐。那个警察局长，我就来问你，因为你爬起来较困难了。局长，我们永康分局有没有长期对这个林韩飞这位小姐，她一直长期都会在灿坤的前面的骑楼睡觉，啊，做一个掌握性的那个讯息，有吗？我们永康分局这一点哈，我没有详细问了哈，那原则上应该没有，因为他大概每天都还会回家洗澡，然后就骑脚踏车出来转一转，那么大概就习惯在那个地方，就习惯在那边嘛。那当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因为他就是说，大概他那个点哈，离他家大概只有100-200公尺。局长是林韩飞这位小姐，她在维冠大楼的骑楼睡觉，不是一天两天，对。当然也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嘛。当然，就你们整个报告来讲，它是非常久的一个生活习惯。他就是晚上喜欢在那边睡觉嘛。我们永康分局对于这样的一个街友，不管社会局有没有列管，不管是不是在维冠大楼，或是在某个 Seven， 或是在哪一个大楼的底下的一些居民，我想我们要掌握很明确的情资。不是管他白天有回去，晚上来就随便他在那边住嘛，对不对？对。局长，我请告诫，当我们市长发布说2月13号停止救援工作，救援工作暂告一段落的当下，我不知道我们社会局长或是我们警察局、我们警方是不是有很强烈的告知我们赖市长，这个人有可能就在这个灾区里面。有吗？有吗？他这个当时大概就，他好像隔了几天没有看到人，然后家属有跟市长陈情，然后市长有转交，就是把这个状况跟我们讲，然后我们的家属有跟我们等于做了报案，然后我们就展开协行。哦，协行一方面我们就从他的生活习惯里面，因为伊唔是讲刚才过顶个月，就讲他那因为骑脚踏车嘛，局长他的活动的区域是那个时间点我查得很清楚，2006到市长结束救援2月13号，他的父亲就已经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他的女儿失踪了，不见了，对不对？是不是安尼？那你后来从2月13号去调了5天周遭的监视器，才发现他2月13号那一2月6号那一天，确实在他习惯的 Seven 买东西吃饭，然后买所谓的什么那个买那个椰子绿、椰果绿，他的习惯就是 Temple 就是这样。我这样觉得哈，局长，当然你们对这个部分非常的认真。但是如果就这个林韩飞小姐延误了5天之后才挖出来，我觉得我们警察局没有掌握第一线的消息，提供给我们的救灾人员，包括我们的社会局对于街友的关心都不够彻底，所以他在地底下多埋了5天，而且我们市长还断然说结束我们的救援，暂告一段落。把他列为失踪人口，列为失踪人口就是结束了嘛？失踪人口很多人都找不到啊！所以局长，这个部分拜托未来对于我们在外的一些街友，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我想我们各地都有派出所，都有分局，
应该就这个应该掌控最先最精确的资讯，如果真有灾害发生，我们才能够提供给救灾人员第一时间帮他们重建那个重建光明啊，吼，好不好？这个部分拜托你一下，你请坐。民政局长，局长快要退休啊，不要吵我。局长，那个我停下一下哈，我们从围观大楼挖掘出来的这些往生者的大体，身份都已经确认了吗？是，全部都确认了。是，全部都确认。是，总演这个部分，我还是给你一个鼓励。事实上，要从这么多的罹难者里面厘清每一个人的身份，事实上是不简单呐，哈，是不简单。所以这个部分也在第一时间能够让他们的亲属能够把那个大体领回去，或是我们整个的过程，这个部分我是给你很大的一个肯定哈。你请坐，那个消防局长，来工作报告时候，我曾跟你提过，是，就0206围观大楼的死亡，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嘛？分为不是饿死了，夭死嘛，顾无食，无啉无食死。啊，无就是迄天足寒寒死，啊，无可能水管破去淹死，啊，无就是去有建筑物电死，对吧？我们总共分为四类啦，对嘛？就是四类嘛。压迫、钝击，还有溺水，还有呛伤窒息。是，那你可以跟我说，这117位罹难者，大概被那个什么样的死亡是最多的？是压迫最多。压迫的最多。对，好，有85位。那个局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启用大钢牙？启动大钢牙是什么时候？启用大钢牙是在这个0206之后的第64个小时。64小时，好，请坐。卫生局长，我们一个正常人不吃不喝，我们也品除被水淹死、呛死、被压死，不吃不喝，大概可以存活多久？我们人体有70%是水分，所以水比食物还重要。一般人一个礼拜不吃东西是没问题，但是水一般是看体质啦，一般3-4天还是要有一些进水。3-4天。那所以有些地震或者整个倒下了倒塌，除了它旁边刚好有水以外，它有时候喝自己的尿，有些人就是因为天气下雨的关系，它可以喝到。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黄金72小时，是，是不是？是。那我们可以看到，1999年。921大地震，有人127小时救出之后还生还。2005年巴基斯坦7.6的大地震，27天还发现生还者。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一位60岁的老者的长者，240个小时后还获救。局长，你觉得这可能吗？就是看当时他旁边有没有适当的水分跟食物。所以只要有喝水，应该基本上可以存活率很高，对不对？是，好，是不是？是，是不是这样？好，你请坐，消防局长。我们0206启动大钢牙救援，居然是在黄金72个小时之前就启动，而且在6月9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现场 F 洞吧。就是你们的报告是写吗 ？F 洞，还有侦测到生命迹象，对不对？哦，那个是在之前的我们的这个 F16的地方，在 F14，后来我们一直那一天晚上整个都在那边找，找到之后呢，是隔天他在另外的 F16这一边的。就 F16、F14 跟E12嘛，对不对？就是生命探测器一样有探测到有生命迹象嘛？那时候我们市长还信誓旦旦说，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有生命迹象，甚至有听到人家叩叩叩的声音的人救援出来。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启动大钢牙在黄金72个小时之前就启动。结果启动之后，拍谁？不再有生还者。不再有任何一个生还者哦。那现在是生命探测器有误，还是我们启动大钢牙造成第二柱的挤压，
压迫，让这些人死于非命，本来可能救会出来呢。跟议员报告，那个我们启动大纲亚之后都没有发生这个，没有发现生命迹象。那个部分呢是疑似，后来我们也经过研判，研判了很久，那个可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那个回音的影响。局长，生命探测器。局长，你也别安尼讲，我今嘛在问新闻处哦，你新闻黑白翻吗？我调了你们所有0206到最近所有的新闻稿，你就明明启动大纲亚之后还发现有生命迹象的生还者，市长还信誓旦旦一定会在最短时间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事实证明大纲亚进场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生还者。你现在说大纲亚启动就没有生命迹象，你睁眼说瞎话嘛，你真的是睁眼说瞎话，局长，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救灾第一线的指挥官这样子呢？委员，是不是容我跟你说明一下？市长，你们说明啦，你的新闻稿我看得很清楚，我只看到两点的。你光看书面没有办法了解全貌。好，我知道全貌，来，请坐，来，你要讨论，来，我们来讨论，继续讲，我就继续来，市长。你在赢得救灾的掌声，大家对你歌功颂德的当时当下，你自己事实有扪心自问，大纲亚的启动时间是不是太早了？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时，听到有那微弱的声音呼唤着你，赖市长救我？这个哦，你误会了，市长。你一路把0206围困大楼的灾区当作你政治舞台的表演，在人命关天的当下，你居然还有那么高超、漂亮、高水准的演出。你引用，你借由上次我们那个柯批苏迪勒台风，他回家吃除夕夜的晚餐，他回家吃晚餐，结果被媒体批报他没有全程在指挥中心。你很搞的。你看人王委员、王定颖委员，除夕夜吃泡面还拍照留念。如果你只吃泡面、拍照留念，发个新闻稿说市长、委员、议员很认真，在那除夕夜没有回家吃晚餐，在灾区吃泡面，这样一点新闻性都没有。嘿，都阿贺呢？这时阵觉得网友真帮了你一个大忙呢。他在网络上 po 说你除夕夜回家吃晚餐。你马上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用，哦，嘟嘟啊呵，那个真的是天衣无缝的演出。然后你又穿了一双脱胶的运动鞋，我想啦，0206那天你也不是全程都穿那一双鞋子，都要看到一脱胶走下车啦，走下车又让媒体拍了一下，非常认真，认真到鞋子脱胶了还继续走，市长。你是受全民所拥戴、全国民调第一名的市长，你怎么会把这个人命关天的灾区现场当作你的政治舞台、无微不至的演出呢？这让我们非常的痛心。你今天动用大纲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让全世界、全民看到你的救援工作非常的认真，你的救援工作效率非常的好，所以你不惜不管有没有生命侦测器的生命迹象，不管这个街友是不是在现场，马上下令停止救援工作，铲平围观大楼。那个蔡议员 ，F16 是大纲亚进去之后才发现生命现象，所以马上就停了，因为这是根据相关的规定。现场如果有侦测到生命现象，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就是说，生命侦测器是会产生，对，就是说有时候会误测，但是只要有讯号，大纲亚或其他机械都停止，这本来就是 SOP， 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你说的那个误会。那为什么我们那个今天救灾如果有沉积的话？这个也不是我个人，这个是大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大家不管动用我们议会小虎队的议员，
或是那个媒体把你捧上天，那個、蔡议员，我觉得我实在是看这个就艰苦哎。立委议员有过去，他们纯粹是关心、我没有说你们，我一开始就说你很认真哦，零二零六你很认真哦，很认真在救援工作，我一开始就有这样讲哦。我一开始就这样跟你说啊，我没有否定到你的认真，但是你认真的当下，你不忘做你政治舞台的作秀。那时候没有这种思考，好，一百多个人埋在里面，我想的都是如何把他们救出来。是，我们在医院的训练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脱胶的运动鞋？为什么会有吃泡面的照片？那个是我走了两天鞋子才坏掉。为什么会有 吃泡面的照片？我跟洪议员两个人写质询稿，写到三更半夜，我们两个也没来照个相吃泡面。你请坐。那个不是泡面的，那个是卤面的。好，来，那个民政局长。不管任何的灾情，我们的应变中心除了我们各局势应该列席以外，我看了我们这次零六零九，还有零六一，我们秘书长也要求我们台南市后备指挥部要列席，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秘书长特别要求，因为在这个灾害防救法里面，后备指挥部就必须要去做。是，那他。不是在这个有灾难的时候才要进驻，是那平时的时候，其实他们现在在军方的部分都有一个联络官在民政局里面，所以局长，其实都基本上后备指挥部跟我们公部门跟民间是一个对外的沟通平台，是不是？他是公部门地方政府跟军方之间的一个沟通平台，好对嘛哈，局长，我还是一样哈，去年跟你讲。后备军人运动大会，参加的人不是军方的人，而是来自37区的后备干部。6月5号，他们又在南宫举办了一次非常盛大的运动大会。你知道我们市政府派谁去参加吗？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讯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你们的主任秘书知道要去。你们的主任秘书知道自己要去参加，局长、中院，我感觉啊，市政府这么多钱，你不要给他补助一点运动会就算了。我们有市长、副市长两位，有秘书长，也有民政局长，也有秘书处主任，怎么会派我们民政局的主任秘书去？然后至此的时候来讲，希望我们台南市营造一个做梦、恋爱。这跟运动会有什么关系的致辞？我们跟洪议员都要坐在后面呢。指挥部多么重视我们市政府的官员，让他们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甚至黄伟哲委员、叶宜津委员都坐到旁边去了。只有这点看得出来，我们市政府对于后备指挥部，不管是他们的运动会，或是他们整个的活动，一点都不重视。你们只想利用人家，只因为依法规定，任何的灾害防治那个指挥中心，他们就一定要列席，一定要配合。所以我也没管你，我也没有你们补助，我也没关心你们照顾你。我觉得这样子对人家是很瞧不起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跟军方之间的合作，局长其实平常是非常的充分的。中对他们的关心，其实在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也都一直有。我觉得啦，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你们并不是很重视。我们的主席已经换了我们陈秋平议员，不然我跟副议长提到，当天我们议会没有派我们秘书长去代表议会参加，只有洪议员我还有那个蔡玉芝。我觉得整个体系大家一起互相碰到灾情，大家全民一心，全民一心，而不是说你依法你来搞帮战，啊，恁办代志，恁倒的代志。而且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时候也跟蔡议员说明过。其实后备指挥部是国防部的一个机关，那他们也都有他们办的运动会，他也都有他常年的这个预算的编列。局长，那每个机关都有自己的预算的编列。局长，参加的人不是只有军方的人，我跟你提了嘛，他们来自37区的后备干部，后备是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后备军人本来就是后备指挥部，他必须要去辅导跟协助的部分。我们的后备干部都是我们台南市的市民，
我们的后备干部都是我们台南十四的市民，是。他有没有跟你要经费？我们只是要求你们派等级高一点、层级高一点的去参加，表示关心，这样子就好了啦。咱无要来讨经费呢，只是感觉讲，咱要用人的时阵吼，安尼拜托人。啊，即卖啦，平时人后创啥会的时阵吼，无咧来用，人吼和人做伙是要有来有往，才会有交情啦。只是这跟你做这样子的提醒。那我们看一下影片。秋吉，秋吉啊！哎、欸，你这样子很危险，你下来啦！下来啦！你这样子出车祸怎么办啊你？你下来坐计程车过去就好了啦！你这样太危险了，我不骗你啦！在前面他故意的啊！喂，他说我已经有告知你了啊，你自己要上来。可是你这样真的有生命危险，你如果被车压到怎么办？问警察，赔他一条命啊！警察局长。那个市民说：“如果那安那警察爱赔一条命，那像安尼玩命街头，拖掉以来这段时间，不管是拢伫台南市的街头，伫咧表演放影中，那真正发生危险，是恁的责任，还是拖掉公司的责任，还是交通局的责任？我真想要知影。”这一件是个案啦，吼，这一件他是因为那个拖吊车的司机他。在一个转弯转错了，大惊啦！那是通案，那里还哇？你这个案，但是局长就是已经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我们是要以这个妨碍公务来给他移送。哦，对，哦，对，那妨碍公务啊？你开了未？你给上了未？无啦，像以后啦，佫有这种状况，因为这错了，了事后以后来道歉。因为一波那个掏钱在逛嘛，他就是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危险的，不可取是吧？当然不可取啊。台南，你请坐。台南市政府当以一个死亡案件发生之后，说要开始脱掉的时候，我想无市民甲你反对，最主要是哪？违反交通，迄、那个并排停车、热区热点，这脱掉大家拢无意见。因为是改善交通的经验嘛，但是像安尼，我想市长有可能唔知影啦。这段影片第一时间我嘛无看到，是阮迄个淡水边基友会黄会长，伊真受气，伊抱好我，佮敲电话骂我讲：“啊，议员恁是拢无咧欢迎你啊！”所以我今天很慎重把他拿到议事厅来，抛给市长看。你可能日理万机，你迄一间嘛无机会当佮看到这段影片。我想。台南市自从迄个委外以后啦，吼，委外以后，会员讲，逐日，我相信恁1999的电话有哪接走袂离啦。那我们也看到柯P台北，伊上山内哦，委外也是从一月份开始，伊一月到五月拖6800几台。啊，你也看阮中西区这场，中西区到北区这场，对4月15到6月初5。汽车吼拖4792台，机车4367台，多好台北科批的两倍。我唔知影，咱的民众要较赞会掉哦。啊，当然有可能你市政府你会甲咱讲啊，啊，因为伊违规啊，伊若无违规，我才会甲伊拖掉。但是民众冇讲啊，啊，我都无当停啊，无你要叫我停点倒位啊？市长你唔知影，阮尊龙路一外街，迄是生意的。迄种迄落中盘，因迄个行业为着拖掉，强要收起来。本来咱可以改做一个海岸路地下停车场，讲叫伊停起遐。但是呢，伊个人客拢是菜市啊，咧卖衫个贩啊，伊把伊个物件收收个放踮伊个车内，伊停去海岸路地下街，系啊，着插头，规台车顶个货40-50万拢互拼去，要找上套。伊要来停点尊龙路，停点海以外街，无半位通好停。安尼，伊甲我讲，议员，你看，阮这个行业是毋是爱搬厝？阮是毋是爱专业？政府的拖掉违反交通的，阮拢甲支持。但是，恁哪会当做甲，互阮无办法通好食饭？无你嘛甲阮规划者，你一个停车空间互阮哪？停车空间互阮哪有？
因为市政府的是不成比例的啊。如果若有，我何必着犯法的？我何必着乌白停的？结果民怨四起，啊，民怨四起，迄个搁较好笑吼。迄个警察局有够甘心的啦。迄有人甲你建议讲，吼，啊，你迄用迄迄几个警察点点点啊轮吼，安尼唔好啦。你阿唔知影即场？阮中西区离婚局警力上少，警勤区的警力高减高的，五分局减十个。阮本来警力就已经无够，业务遐哪济。阮的工课是维护治安，阮正时就三不五时，就阁派警力去支援拖吊，因为拖吊场有车无警察就袂当出门啊，伊就英勇无勇武之地啊，所以伊就爱警察甲配合。啊，咱讲有人建议讲要成立中队啦吼，啊派较济，安尼互伊阁拖较济，安尼台南市的交通会当维护较好。警察局你有够体贴，阁兼有够甘心。咱也毋是全国地主的，人随甲你讲，啊，你着随应好，着马上咧做。我是当然毋知影讲这是毋是沙姑啦，吼，是本来你着规划好，拜托议员来讲的，也毋是啦。但是吼，这议员做无介久啦，我甲伊讲一个经验法则。古早台南市有闹拖掉，迄民意代表吼，你若甲拖掉公司，你真热心甲服务的时阵，你无徛伫老百姓这边，你足热心甲迄个公司服务。但若你要选连任的时阵，我来讲，参加无不同个烧香，就像伫个海啊内底，再浮再沉。你总个无饮食嘛半条命，无饮食有哪半条命？当然，市政府讲，这要维护交通，一定爱安尼做。啊，我嘛该看这个原因到底是出伫倒。啊，虽然算术无足好，我嘛该提出来算讲。哎呀，像那这业者，较要用这个拼命三郎的方式，造成这哪大的民怨，安尼还搁咧认真咧抽。你也看，如果啦，啊、哦，咱若算讲伊的成本，呵，十四台车，阮一区的啦，准讲一台车八十万啦，啊、哦，来讲啦，伊是开1120万啦，伊咱给伊三档个月，准讲三档这车拢派去，这车拢现在拢买新的来，伊一个月成本带31万，伊的人事费。一个人一个月拿总3万，14台车，一台车爱两个人，两个提出168万。管理场地爱4个人，两个提出一个月爱24万。迄、那个场租当做15万，伊那讲损害车辆爱干赔，当做5万。安尼这个业者我甲伊算算诶，一个月伊的营业成本爱24万，啊警察是免钱诶，警察恁公告有付薪水给伊啊，哦，但是咧。咱当时有个的合约，就是讲三档内底，咱予伊一月过853万，等于伊若拖到到，伊一个月有301万的收入。安尼呢，靠伊的营业成本，伊一个月就会当赚58万。市政府讲，啊，我也要叫你拖到到啦，哦，啊，你若拖到超过先，我就袂当钱予你哦。我的上限是干那到这尔，你当时若要甲上限高到很哪悬？你无法度引业者来投资嘛？啊，你嘛是挖一个窟仔底下，互人来跳。感觉讲哦，啊，我一个月吼会当赚哪侪钱哦？一个月有300万的收入无？安尼我这投资就无要紧，我来和你拼看卖。啊，结果咧，无法度，无遐侪精力给支援的啥？伊空车爱空店面。啊，我算讲，啊，实际上迄是有果的。但是业者伊敢会当收到遐哪悬？伊先若要遐哪认真来争取增加竞力。咱怎讲？业者拖掉一台会当摕到900，啊，咱政府改扣100起来，摕800，伊予司机抽50，伊有75。那伊伫这个时间花4792台，这52日，安尼我改赌52乘以30，多一个月额有207万的收入。啊，那奥多麦一台200块。一个月有哪有50万的收入？所以伫阮中西区这场，等于伊一个月实际上才会当收到257万，含咱合约合意的301万，也够44万的空间呐、啊。无怪伊来拜托啊，拜托警察局，你来成立一个中队，警察派较侪给我，袂当给我空车空店啊营业，有车无当用，因为伊也够44万的成长空间。啊！你哪敢当怪业者？是你市政府都是共骗来的啊！你共骗遐悬的，你讲你一
个月有三百几万的收入，咱唔才愿意来做这个投资。啊，结果我嘛有甲市政府算看卖，花掉，这个花掉，咱一个月红单呢，咱这红单一张900块，四千几台，431万。那么一个月等于有249万的收入。啊，奥多麦嘞，吼、哦，奥多麦才嘟嘟的，啊，甲咱这红单。红单的收入，该算算的，咱差不多有400万的收入。一个月，市政府的红单，奥多麦啊，加迄落汽车400万，400万的红单的收入，造成这么大的民怨。我唔知市长，你的算术好阿歹？那像我这较含慢算的，我是感觉讲，无人甲你反对，反对讲。伊危害交通的时阵，伊妨害交通的时阵，热区热点，伊并排停车的时阵，你家出地。但是像即卖安尼用拼命删人的方式来伫咧出地老百姓，包括我家己去走摊，迄一天，中正路中关经边啊，吴文强五日节办活动，我车开到遐，我甲少年的讲，拜托的，你去庙里帮我请假，你看，这条中正路。无半位通个停车，连红线顶悬都无。无半位通个停车，我免哪敢并排停车入去拜拜？麻烦你入去甲我请假一下。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讲，咱要求百姓修法，但是咱无予伊足够的停车空间，甚至伫咱个政府个规划内底，咱嘛无去看到讲，你是毋是有一挂空地会当鼓励遮地主？提出来哦，予人做停车的空间。那么政府除了地价税的优待以外，咱还阁有啥物款的诱因，予人愿意来配合咱市政府啊？甚至有一挂公家的停车场用地，政府也无愿意去甲伊兴建。哦，阿麦阁讲到私人的，你讲奖励民间投资，你政府家己都无做啊，民间人要靠安那样啊做？所以，亲像安尼情形下，嘛感觉讲，你甲老百姓开红单，你等于是不叫而杀嘛。老百姓抗议啊，无你甲我讲啊，我要停伊倒。好啊，亲像阮拄仔讲的，阮海岸路地下街停车场起起来了后，开始开始使用启用了后，阮对福建路到民族路五条大条路全部的停车格拢总取消。我若去遐要买一个文具，我若要去遐讲一句话，要提一个物件，我哪有可能搁再开去到海岸路地下街停好了啊，还搁爬起来？所以你敢会当怪讲民怨四起是安那样啊呢？哦，啊局长，人即卖网络在问啦，吼、哦，拖吊车的司机到底是提啥物款的执照？恁的远景爬起去的时阵，配合伊去要拖车。敢有先叫伊讲执照摕来看麦？你这执照是毋是合法的？你甲我讲拖吊车的司机，伊的执照是啥物货？啊，要问交通局是吧？交通局，拖吊车的司机，伊的执照是啥？拖吊车司机的执照，这个一般的小客车。哎、欸，上，局长，一般小客车就可以了吗？不，货车。你是主管单位呢？不，我说错了，我要这个要有货车的这个执照。货车和一般小客车是差几远呢？我还没有问你说他需不需要拿连接车的执照嘞、這個？哎呀，这个应该不需要了，不需要。对，这个是有两派的讨论呐，哈。有的感觉讲，伊后边是无拖台呀，所以免连接车的执照。唔过咧，伊后边是拖车啊，拖车转头我家己大路顶悬咧迄落行驶，是比伫迄落工业区、伫个迄落海墘啊，诶迄落拖车搁较危险的啊。所以也有人主张说要用连接车，但是至少他要有货车的执照啊。货车对。好，你请坐，局长。有执照无执照？执照合法无合法？上来看，上来看。这个司机，伊爬上这个拖车，要出来要来拖吊的时阵，边啊坐的是咱的警察。这个司机，
伊到底有合法的执照啊无？这上咧看，上咧把关咧。这个哈咧啦吼，这个应该是应该要来做这个拖吊的工课，应该就本身就有这个合法的执照吼啊。好，你安尼讲吼，局长，你安尼讲就是讲，好，应该，但是我们无咧看，吼。无啦，我会叫我文件来一块来吼。啊，至于你拄安尼讲做专责这吼，这毋是什么民意代表建议，是阮经过这二十五天拖了以后，阮开一个迄个检讨会了，阮家己。我是讲你吼，反映民意配合度足好啦。啊，无啦，无啦。那民意代表谁甲你反映？无无无。啊，原来是你提予民意代表来讲的啊。无无无。啊，你会较嗨啊？对啊，这个六都来的吼，伊若要选举，伊会足艰苦，你袂敢开啦。所有做这个工会啦，你茫敢开啦，局长你请坐啦。无啦，拢所有拢咱专责处理。好，那个交通局长，那我们十四部车，还有几个司机，你敢捌甲看过？啊，这有配备司机。哎，配备司机啊，无伊车要开叮当。他这个有几个司机啦？他早晚班跟晚。夜班都有配备了，那早晚班是四名司机。哎、欸，早晚班是四名司机。哎、欸，中北厂是这样。我头拄加算的，搁较侪呢。我加当作十四个司机的呢，吼，按两个两班处的呢，我当作二十八人次的呢。结果你看一班配四个司机。他早晚班分开来，对。好啊，啊，一路有这个执照要求无啦？当然要，当然要。他本身不是执法，但是他在警察的。这个协助之下，一则的工作是法的执行哦，一起做法的执行，因为对方违规了，你才能去拖掉他。结果他本身就没有拥有合法的执照的话，他怎么可以上路呢？这个全部清查。这个我们会检查。全部清查。我们会去测，全部清查，对。请坐，警察局长，我今麦正式给你举发哦。停在阮议会门口，六月七号所停的车牌拢伫遮，六月八号还有一张，正式来举发，这个是违规停车。那这个不是马路的话，哈，马路的话那个是属于议会这边你们的范围，应该是你们的那个。所以除了开会期间你们可以来停，平常你们没有在的时候。那个市民如果想去对面吃个餐用餐，也可以来停。我们议会没有管辖权，故在恁停就对了。艺术侠呢？嗯。故在恁停吗？我一般是安尼啦吼，这个算伫这个道路啊，这人是讲伫恁的工厂、恁的权限内底。是啊，我那天有提到啊。我们可以劝导啦，我们可以劝导。因公因为机会停车位无够啊，所以只好停遐啊。无唔对啊，规台南市嘛停车位无够，所以白色盖我白停啊，是不是应该要情有可原？来，自己看一下你们的车牌，在这里面的请举手。好，来，我们郑局长来，只有你一个、哦，来，车牌号码在这里的局长们，那个消防局长，我常常看到你一台很漂亮的紫红色的车，也常常好像常常会停。你最近是有接到消息说怎么没开来啊？来，我们财政局长没有，我就没有停在那边。那个民政局长，您办公室在对面呢，在阿边樱花路两段六号，阿王家两段四两二号。阿你嘛是财政局长、财政处长，这么近，车爱停在这儿。最近了，所以什么？我要跑税务局这样跑。啊，所以最近问题是你在台南市议会，我们定期质询的时候，你就在这里面三四个小时嘛，对不对？啊，我哪不注意，局长，那个警察局长，我哪不注意，伫个出入口的时阵，去甲弄到这台车，还是伊爱赔我爱赔呀？伊啥啥入口嘛，啊，我哪不注意，我转弯的时阵去甲弄到，什么是伊爱赔我爱赔？你两个讲好就好了。安尼，就爱叫你做来做中间者咯。哎，无爱迄个监理委员会。局长。是。我刚刚吼，市政府用这个拖吊车，是要陷你于不义。伫你退休前夕，母鸡掉出来，啊，你变成那个打的炮火，拢拖向你。没啦，没啦。拢指向你，你有表态，你要回去进屋啊嘛。吼，所以忙个针对你啊啦。吼，你请坐啦，来。环保局长。
你坐。局长，我有一个建议哈。是。我们每一年环保局都会有一些新进的人员，不管他是水沟班，还是那个垃圾班，还是司机，都会有新进人员，对不对？就一批退休，就一批就会进来嘛，临时人员。对，目前是这样。对。局长，我可不可以给你建议一下哈？请说。任何的新进人员，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时间性的职前训练。是。职前训练。尤其是开着我们垃圾车、资源回收车，或是我们的大型机具车的司机，更应该有职前训练的这样一个阶段。是。就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所以都打算到环保局去抢破头。他拿了一个大客车的执照，只去我们环保局当临时人员，希望说未来能够升为正式的，有一个生活的保障。但是伊退掉这张证，伊的驾照，有个人根本没有驾驶的经验，他只是为了取得我有迄个资格，增加他的录取率。是。那我们仓皇就让他上车，甚至到我们城西焚化炉，或是到永康焚化炉，那个要上车要请到垃圾的当下，事实上是危机重重，危机重重。所以局长外拜托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环保局应该要防患未来。好，应该要针对这样的一个职前训练，请老司机教，或是请专业的人员来教。我们不希望我们环保局的新进人员因为不熟悉开了垃圾车，在路上发生事故。是。你之前有做这样的一个职前训练吗？非常谢谢议员啊，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就听到这个讯息了哈，我同仁有跟我讲，议员有在关心这个事情。我这边跟议员报告，我们。就是进来的这些驾驶哈，驾驶，其实我们不会马上立刻让他上路，我们会做调查，你开过没有？哦，你如果真的都没有开过，但是你有驾照，我们也不放心给他开垃圾车，所以他必须要先跟车，他坐在驾驶座的旁边。所以局长，跟车有跟一天、跟两天、跟四十八小时，我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规范。对，我会来做。跟车要跟多久？我会来做这个 SOP。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这个部分拜托你能够注意一下。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谢谢。好，那个局长，我们台南市安南区很可怜，不管是农地或渔温，是四月二十号，安南区的农地遭请到那个污泥或是那个炉渣来做回填工作。听说那个地主还是非常赫赫有名的秀传医院的总裁，啊，所以这个新闻性就更大了。那我们无独有偶，六月份又发现，哎，余温又被我们委托的应承公司又违法请到那个底渣，是，就这种状况，你觉得是不是我们环保局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谢谢议员的这个指教哈，这个当然这个公务员依法行政，那在往年我们从民国九十八年委托，因为在我们南部包括台中、嘉义、高雄、台南、屏东，我们都是委托应承在做再利用哈，因为这个你委托几年了？我们从民国九十八年开始，九十八年委托到现在就七年了嘛。对，一年委托经费多少钱？因为一开始环保署有补助40%。没有啦，你总共总经费多少钱？总经费我记不起来，如果以104年大概1亿啦。104年是1亿。1亿。所以以前那个环保署是补助70%。从70一直降到明年就没有了。好，降到明年就没有就了，就叫我们市政府自己去。所以承受这样的委托费，所以说实在话，应承他如果之前，因为他也不是只处理台南市，他还处理大概4个县市，理论上他之前我们在判断他也是循规蹈矩，啊，也不会有这种乱道的这种，因为以前循规蹈矩，那最近是什么状况？因为他好不容易拿到这样的一个资格啊，再处理资格是非常困难的。那今年当然他要做这样，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说，或者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违反了什么了哈，因为没关系，侦查不公开。我们就用讲好，现在中侦查不公开。是，局长是，我们秀传医院的那一块安南区的农地，
是地主表态说他是无偿提供给说什么金建一有限公司来到这个那个废土那个废土的回填，是因为他无偿提供，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吗？他没有，他不需要负责任何的刑责吗？这样所说不是，我们见解不同。好、哦，因为他跟他有签约，就代表你知道你这个东西，你的地将会有人来请到了。局长，你知道涉案的人非常复杂、欸，就这个案子，涉案的人听说有一位是我们本会同仁的直属亲戚，也曾在我们环保局担任过要职。没有了。怎么没有？在环保局当过要职。当然，那时候你还不是局长啊，还曾经去拜访过我们。听说他也涉案在其中哦，所以这个案子就更加棘手。那我们现在看应承，我们给他的委托费，我们请他那个委外处理费。是。结果我们整个处理的程序，就只有从我们局那个焚化厂出去 GPS 到应城就结束了，是这样吗？哦，不是，它有完整的一套。完整的一套是什么？后面要建制的应城要提供的妥善处理文件，还要上网，还要 GPS， 所以你们就检测报告，你们只看文件 ，OK 没问题，检测报告没问题，我们就付他代处理费嘛。至于这个东西何去何从，我唔知道。我甲关甲，为咱焚化炉去到应城这个厂 ，GPS 结束，应城到后面那两个子公司要怎么处理，要往哪里去，我都唔知呀。因为唔敢做咱台南市的嘛，你讲屏东嘛有啊，所以现在倒在我们安南区余温的这些底渣，到底是咱台南市的，还是高雄的、屏东的？那么不知啊，对不对？是不是安内？那么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应承帮我们代处理七年的这些底渣，你们查过没有？到底哪一些到所谓的集配厂，哪一些到我们的那个水沟、侧沟的管线的那个回填？是，我想您这段一定是出问题嘛，所以才让他有机可乘去随意乱倒。是，但是我们局内目前有没有人涉案？没有人涉案，没有人涉案嘛。对，那我很怀疑啊，我不知道承办人员是谁。是，承办人员看的书面资料核准批完，然后同意他领钱，到底是以啥为标准？没有，我跟议员应承写了就算吗？没有没有，我跟议员报告哈，这个我们对应承公司是每一季要到应承监督一次哈，由这个副局长或者是专门委员要带领每一季监督一次，专门委员这个是就是看他有没有按照这个标准程序的作业。我们有没有在委托所谓的第二个？我们有一个监督公司哈、那個啊，这个是我要提这个对监督公司呢、這個？这个就是其他县市所没有的哈。啊，我们的监督公司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台南市做了别的县市没有的，我们有委托监督公司去监督这个底渣到底最终处理在哪里，结果还发生这种事。是。那我们环保局有问题，还是监督公司跟那个应承合理合适来行通话贵，两个大家讲好。我直接甲议员报告了，我相信应该袂啦，哈，应该袂代志的发生啊。大家的依法行政嘛，哈，啊，监督公司今嘛目前，他当然也要去向地检去做说明。局长，哎，我都很相信公务人员会依法行事，你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点小利，那误了自己的前途。这是我一直拢对公务人员非常尊重嘛信任的，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对，没错。两个月内，台南市的安南区的农地余温遭到这样来自不同地方的底渣、炉渣的这样的一个污泥的回填，我想我们环保局裸西林去，我们环保局登着是裸西林。那我又从媒体报道看到，我们局长甚至为了防范、杜绝这样的一个那个问题，我们打算自己新建一个底渣再利用回收厂。是不是你有这样的打算吗？我有这样的思考，思考 也有这样的规划。那你预计要跟中央争取多少钱？
我目前当然我的计划要完整的规划完成以后，我才有办法提出正式的一个经费。但是你预计呢？预计一个厂大概要多少钱？如果机械设备大概一亿以内。一亿以内。哎，啊，所以你意思是说你心里有负案，我们已经有厂址了。我找出一个空间，室内的空间，然后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磁选机的设备，但是呢，在操作上，我在考虑。可能答非所问，我问你，你预计要新建的厂址在哪里？在城西的一个城西第四期。没有没有，不是，就现有的预定地，现有的厂址的厂房里面。我要在这里呼吁我们安南区所有的里民，所有的里亲，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打算要搁伫咱城西文化路新建一个掩埋场，新建一个那个底渣再利用回收厂。局长，你只是把这次的一个弊案，然后让你未来新建底渣再利用回收厂合理化，你让它是一个正常的星球。用这样讲，哎，当时的零容忍违规停车，造就了今天的拖掉。那你今天因为这个底渣的去向的一个弊案，然后来引导你引导性的建设，未来有一个底渣再利用回收厂。局长，我感觉你是混淆视听啊！你是混淆视听，一个底渣再利用厂，不是你起好，一亿两亿起好就好。未来你现在底渣，它的回收之后，它的污染源，你怎么样富裕，怎么样去整治，怎么去防止二次污染，都需要一笔足大笔的钱。甚至我们台南市环保局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的操作。所以我们要再次委外民间专业人士来操作这个部分。局长，我觉得当初全省会采取委外民间去处理这个底渣，一定有考量到政府的经费不足，有可能的政府的专业不足。可是你今天为了掩盖这样的一个弊案，所以你拿出新建底渣再利用厂的一个说辞来混淆整个视听。局长，我觉得这是不妥。你给那里不管是应承或是另外一个合法的那个处理厂，我觉得我们环保局监督的工作如果做得够彻底，做得够落实，就不会发生那个余温被请到，不会发生我们台南市的民人、全省的民人黄明和的土地被倒了炉渣污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局长，这可能只是减掉发现的两个厂，有可能更多我们没看到的。所以后续你也提到37个那个段那个应承帮我们处理的这些东西，你说两天内要提出报告，但我是没有看到你的报告。会后如果可以的话，也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没有问题。好。市长的议事厅内底吼。啊，有人甲你捧场，讲叫你来台北拼科批嘛。有人讲叫你唱回乡，回乡的歌吼，去迄落新北市选。啊，嘛有讲来捧场，讲叫你爱取代林权啦吼，做行政院长。但是嘛有人要求你表态爱做阿嘛，啊，不过你拢做心比，你三缄其口啊吼，拢无敢讲，讲到时地主就知影吼，那真像咧问不敢管。但是迄一天我看三立的新闻嘛，讲恁的派系内底要甲你逼走啊。讲叫你安尼较紧走吼，通好安排后壁要接的人。我当然是唔知影，唔知你到底选择是安那。但是我看你大概伫议事厅迄种表情吼，敢那足无奈的啦吼。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哎，啊，我都明明一尾龙，我这飞龙爱飞上天，我是安那定定踮遮，互恁遮虾仔惊欺负啦，吼，互恁遮虾仔惊欺负，我是安那就爱受这种气。但是吼，我要甲市长你放空啦，伫个易经的西卦里面，龙困浅滩的西卦，就是讲。我不得志啊，不得志！现在总统不是我，副总统不是我，行政院长不是我。唔过，哎，好时机啦！西卦里面龙困浅滩，就是要等候时机。啊你，你现在要甲你口讲安尼呢？因为我感觉讲，咱长期以来拢讲政通人和，但是人不和的话，政怎么能够通呢？因为你可能因为有你的坚持，有你的理想，所以无法度啊，讲一局归一局的这种白等。但是你无法度做到一局归一局的时阵，
你就无机会予人看到你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胸襟，应该有的胸襟。啊，可能伫你的想法内底想讲，我大概民调都拢第一名，啊是安那开定定，我都爱白死念台南。啊，你台南，我都爱营造一个讲我予恁台南人欺负的迄个形体啊。哦，我唔只会当名正言顺扛着说。我一个北部囡仔来到台南，予台南人糟蹋，予台南人欺负。我要倒转啊故乡选的时阵，会当较顺利。咱嘛知影要做总统的人吼，无选过迄个大官的哦，无选过台北新北的，迄是无机会啦。我相信你的幕僚嘛会安尼甲你规划。啊，尤其是最近原建立又个第一名，当然这个第一名我嘛甲看吼，就取样700个，吼700个人，37区问700个人。38日，安尼一区平均多问19个，咱知影，那做民调吼，真正，我想新闻处长应该也是很内行的。做民调取样，上少卖1050，1050，这是真正咧做民调的取样数啊。结果远见有够轻巧的，用700个问37区，一区平均问19个人，安尼来甲你做第一名。当然，这个第一名过去长期有人质疑啊，讲是不是含咱行政团队你的广告的支出，含你业务费用的支出是息息相关呐、啊？我看眼见阮啊真艰苦经营啊，连学校迄个20-30万的啊，拢伊咧做诶。学校20-30万的这种案，迄个互小公司去做就好啊。这大间公司唔茫含人烧钱嘿啦。我知影，你就任了啊，干那为着这个民调的提升，你的新闻处长吼。用人有够上中，你用过五个，哈，来到今嘛，许处长已经第五个啊，哈，包括钟燕啦，哈，王石狮啦，赵清慧啦，啊，吴唐成啦，哈，再来到这已经第五个。但是，我们知许处长真认真啦，伊做新闻处长了后呢，非常的无用，无用安那，第一宿舍爱装修，所以我爱改宿舍，无迄宿舍迄哪摆。迄哪细间我是要哪大，所以爱开公费收宿舍。第二，迄办公室遐细间，迄较有格局咧。我是六都之一的新闻处长，迄一间办公室，迄哪细间，人啊来拜访，我北部的朋友来，我中部的朋友来，我外国的朋友来，迄袂看见。所以恁家拢甲我出去，我会重新装修，修了我家己画图。做了我无介意，好，再来，再修一届，再装潢一届。听讲迄间办公室有够气派，比市场里的搁较大间。啊，当然咱嘛爱甲娱乐啊，伊总是外地来到台南吼，啊，咱爱娱乐。但是我感觉较奇怪是讲，顶日啊伫台中，人台中的议员咧质疑讲，台中的新闻处长讲，台中市政府一级主管的厅舍的费用的使用是不符合预算科目的，结果。台中的安怎讲呢？伊讲我学台南的啊，台南的嘛安尼，但是我无看到咱的新闻处长起来否认半届，新闻处长无起来否认哦，嘛无看到市政府发新闻稿澄清讲台中的回答是唔对，这是台中的新闻处长讲的。我刚才看到咱的新闻处长有够无用，规工吼爱含人交流啦，创啥货啦？啊，大家嘛怀疑呢，原建阁摕第一名。是毋是含咱市政府，佮提供一个高一点的职位，工课和远见的来甲咱台南市担任化妆师有关系？我唔知影，我唔知影是毋是真啊奥妙的关系啦吼。但是，注定你安尼造就的，和市长佮摕到第一名，会比做市长吼不可一世的感觉愈悬啦。伫个议事厅，咱无看到任何一个行政首长。伫个议事厅，咧答询议员的是毋是这种姿势？市长你家己无看到画面，你唔知影。但是这个画面上媒体时阵讲起来，实在是无啥好看。这是议员甲你讨教，啊你回答。但是你这种形体是咧指责议员的形体。啊，我嘛真盼望讲，咱的民主发展会当愈来愈成熟。如果那点点恁的行政官，要跨越议会的立法权，把议会当作议事局，各项拢爱听市长的。我感觉对台南市这个民主的城市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侮辱。所以伫遮，不管市长你12月25以后
你是选择留伫遮，还是去台北？我拢要甲你讲即句话。虽然你即卖是龙困浅滩，但是西卦里面你还是要等待时机。最主要，你要克服人和，你若无人和，政就不通了。市长，台南市民期待你做好做满，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就亲像你迄个立委董选人讲的，遵着寻求要选市长，放伫心内就好，不要随便表态哈。那个民政局长，我讲一下那个地方建设哈。我想我们湾里地区哈，湾里地区一共有4723户，它的人口数有16000多人。光湾里路就长 2.2 公里，我们只有一间活动中心，没有任何的医疗院所。局长，你有看到市长在第一次大选的时候拿了47%的得票率，第二次拿了79%的得票率。我想湾里人对市长是非常的支持，虽然我们现在的政策是不盖。啊，再给两位议员哈两分钟的时间。不盖任何新的活动中心，但就公平正义而言，这对湾里地区的居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市长也曾经提到，新建新的市政中心不是只为单纯的洽公，而是为了能够均衡地方的发展。我应该这样子没有讲错了哈。所以我被拜托局长。在可能的范围内，湾里还有很多公有土地。如果可以的话，在湾里楼尾，帮我们湾里另外的楼尾遐几个里新建一个共用的活动中心。那我们湾里在前面有一个活动中心，伫大庙头前，然后伫楼尾湾里楼嘛有一间活动中心，甚至未来可以规划邀请我们的一些医疗院所进驻，让湾里人在湾里人。不关系的生活品质啊，是医疗上是有一个保障。局长，你觉得可不可行？去评估一下。全市有130几里都还没有活动中心呐、啊，那我们会全市性的去做一个详细的评估。所以，不过因为在湾里地区，台南市政府在过去的6年各项的建设跟施作还是蛮多的啦。不是，局长，你有看到吗？就湾里路都能2.2公里这么长。而且又多了橘喜蒜从化区，所以未来湾里的人口成长是指日可待。所以你光那么一小间的活动中心，甚至当时郭中和医院进驻在那里当那个医疗中心，都因为依法不合，所以不能在那边做医疗工作。我刚刚在对湾里来讲是做大的欠款，这个部分拜托你去做一个审慎的评估。现有的六里联合活动中心里面，在是不是能在将医疗的机构进入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做处理当中。好，那你就跟我们卫生局再做一个评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席哈，以及那个师傅团队。那我们两个人的咨询。今天那个现阶段的市政总咨询哈，也感谢我们洪玉凤议员还有蔡淑慧议员。我们休息到11:30。